哦，这边道者突然来了一手，哎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我靠，尼可夫有感觉。那你有看日本穿内衣打滚？干谁？谁？那个频道名字打上来，频道名字打上来，谁？谁啦？赶快讲，赶快讲！我没看过，我没看过。M A N， 你赶快哦，查在聊天室，快点。待会我先讲哦，你们可以推荐我，介绍我，我直播稍微浏览一下哦。但是不要给我推荐上次那个什么主播有那个什么绅士游戏 Secret Pack， 给我他妈的害我不知道点进去，害我整个黑掉哦。不要害我，不要害我。能看的我尽量看，但是真的不能看的，看你啊，再推荐我，我真的我这频道会被你们害死。满分十分给几分？看完回来聊天室跟我回报一下，到底是几分？几分的频道？几分的频道？ 7.5 左右偏老，6、7分、8分、9分，搞不好我都有在看啦、啊，搞不好我在看。6.9，十分是不是？满分十分给12分啊？那样子有人很晕哦。不要晕船。为什么有人给 7.5 啊，有人给到12分？看样子有人很晕哦。7分、6分啊，有12分。那还算是整体算是偏高吧，偏高分的频道吧。快点快点快点。哦，姐姐。刚刚那个名字叫什么？ Yuki 是不是？什么 Yuki？ Yuki Osaki。好。我看。我看你们是不是个乱评分？鬼灭之刃。鬼灭之刃，哎，他现在很多这种打乐器的呢。其实蛮健康的啦，说真的，阳光型的，我他还有那种很多镜头去拍他的脚的节奏啊什么的，嗯，挺专业的，挺专业的，很健康，其实，嗯，设备也有嘛，耳机设备也有嘛。啊，他的另外一只耳机掉在他这边，是蛮想帮他扶一下，就是有点怕耳机会用打坏掉，怕他会坏掉。头摆的也不错，头摆的不错，看起来是真的会打鼓的。健康台，这个是健康台，没不用怕，这不会黄标，健康台啊。这个笑容也 OK 啊，这 OK 啊。算是 OK， 应该是没有问题。看起来是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跟你讲啦、啊，这个其实很多很多现在做乐器的也是这样子啊。你们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装个模组，很快很快。刚刚那一个频道，我应该会给个7或8分，7或8分。我们不能分数一开始给太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能一开始分数给太高，一开始给太高，我后面全部都要十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人家就以为说主播是猪哥，主播是色狼，主播看到什么都是十分，只要有什么叉叉就十分，不行。我这边严格，先七分就好，我们保底七分，以后我们以后慢慢稽查，慢慢看，慢慢研究。